企鹅，整套组合起来会像这样哦。早霞还没出，妞妞超爱早霞。这个是白熊的家，珍珠奶茶，好像见你的珍珠奶茶。今天我会演小剧场。珍珠奶茶的家，这是小熊啾啾，这是猫咪跟企鹅的家。它不是全部都是橡皮擦，它的壳是硬的，然后里面家具跟人是橡皮擦。好像夹娃娃机，一要夹谁？一会叫咕咕咕。早上了，先喝个茶。咕噜咕噜咕噜，我要去找猫咪跟企鹅了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我正好要去找猫咪和企鹅，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好吧，好吧。哦，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要去，我要去啦！等等，哎呦喂！听说他家有电视、CD， 不像我家就只有一个台灯、一个床、一个杯子跟一个桌子。啊、哦，真的耶！我们家就只有一个大杯的珍珠奶茶，我们是珍珠。然后一个小杯子，跟一个桌子，跟一个椅子。还真的耶！猫咪家还有楼梯，我们都没有两层楼，他们两层楼哎。喂，好好哦，我好想要赶快去，我们走吧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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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我们到了！哇，好棒哦 ！Hello， 白熊。Hello， 企鹅。你们都来了呀，喵。对呀对呀，因为我们走到。我现在在看电视的苗是最近新出的小草草哦，听说那个很有名哦。对啊，这个超有名的苗哦。那我也可以看吗？我们也可以看吗？嗯，我要看，我们一起看吧，苗。我买了一个新的 CD， 你们要跟我上去听吗？是什么？超好听的啦，跟我上来就对了。你们两个去听乐好不好？好，我还是看电视好。谢谢。你们太大了，我们看不到电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谢谢。我们早上来听音乐吧。咚咚咚咚，滴滴滴滴，咚咚咚咚咚。我也上来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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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请问企鹅是什么音乐呢？哦嘞。我是企鹅，我是企鹅，我是一个绿色的企鹅。我是企鹅，我是企鹅，我是绿色的企鹅。我是企鹅，我是企鹅，我是绿色的企鹅。我忘记写功课了，我的功课在楼下。哦，你又没写完功课，赶快去写。我是要来看电视的。我忘记带我的奶茶来分大家喝了，我要回去拿。我要来看电视的。我也是，我要去帮他扶杯子，他来倒珍珠奶茶。哦，好，你快去吧，去去去，嘿嘿。耶，我看到，看到。下面怎么那么差？我去看看。他们不是说要写功课吗？哎，小鬼，你们说你的功课还没写完，还跟我来看电视？我功课写完了。哎，珍珠奶茶不是说要拿珍珠奶茶来，在这里给你喝。好。我把它搬来，可是熊熊可不可以帮我搬？好啊，猫猫，我们一起搬。好 ，OK， 咕噜咕噜一下，是，我们家都搬来这边。好看，好看。喵，舒服一下。为什么他们都去看电视都不理我？看到最大，我是企鹅，我是企鹅，我是一个企鹅。我是企鹅，我是企鹅，我是一个绿色的企鹅。我是企鹅，我是企鹅，我是绿色的企鹅。耶，我爱听，我爱听。我们回家了，熊熊。我的车要开冷气了喽。好，珍珠奶茶，你们。
们的家到了，这个也是你们的，谢谢们，想带我们去玩，好开心。好，拜拜。嘟嘟嘟，我要睡觉了。我们睡觉了，晚安。哎，企鹅，我们要睡觉了，不想理你。我要睡这里，这里有我的沙发。这个拿起来，那个放上。耶，我们变一家人了。我是一个房间猫。耶，我们全部都变好朋友，一家人。耶。虽然他们是橡皮擦，可是妞妞舍不得擦，这擦了他们就黑一黑，而且如果擦久，他们这里会少一块肉。妈妈是在日本亚马逊买的，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卖，有看到的话你们可以买来玩玩看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一个赞，他们点点点铅笔直接订阅，还有按下小铃铛才会收到新的通知。点点铅笔点上，七点感谢每家收看。点点铅笔还有第二频道。叫做妞妞日常实况，这里可以订阅，是在玩游戏跟开直播，这里有关注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